警方大阵仗冲进民宿攻坚，嫌犯见到警方傻眼，瞬间通通被压制，反手上铐。这是台南东区一间民宿，客厅摆着三台电脑，嫌犯声称都是拿来玩游戏，但其实是诈骗集团，用免经验高薪吸引被害人来应征。而主嫌悠哉在台东旅行，一样被逮。警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手铐拿过来，来。 在博朗大道停车场看见主嫌出现，警方一窝蜂冲上前压制，将人上铐。另外，负责开账户的女嫌犯在台中神冈落网。你自己讲有没有违禁品？直接讲。有啦。女嫌犯除了涉嫌诈骗，警方还在随身包包内搜出安非他命五包，要求提供身份证等账户资料。经被害人察觉有意趁机逃离后报案。 警方表示，一名20多岁女子求职前往面试，被要求交出账户和印章，觉得怪怪的，借口存折没带，脱身报案，也协助警方将5名诈骗嫌犯一网打尽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，它比较温和。怎样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，好，但是呢，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，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